哎呀，他在给谁发小情书啊？我可啥都没看见啊！我也没看见，我都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没有，咱们没看见，把自己打干嘛？哎呀，有没有啥新的？啊？有没有啥新货？我啥也不说。新货多呀，来来来。我啥也不说。新货有。大王子大家都知道啊，他们家全部都是做墨翠的啊。那个细草卖完了，我想挑那种。哪种卖完了？细草，挑你家的细草。这个盘子给我挑一挑吗？啊，你挑一下。你有没有啥新款给我挑一挑？新款有，新款有。这个是墨翠的珠子吗？对呀、啊，墨翠珠。这两个好难得哟。哎，你这两个珠子肯定不温柔吧？能做珠子的材料，你说肯定是不温柔嘛？姐妹们，这种珠子的很少很少。墨翠啊，很难得。他们家有，确实牛。这种珠子想做的话，你对材料、种水各方面都得要求很高。看了吊坠，这次你有没有啥新款？这个可以、啊。这个是单独大的，然后呢就是。这个漂亮。做的不多、啊、这个。这个有棉，这个咱们不要，挑点干净的给我挑一挑。四叶草，我只做经典款。哇，这个也可以，这种哎就按这种品质来挑嘛。这种没有钻的价格就便宜很多，上面的话打了一个18K的扣头，四叶草永远的经典，永远的一个很耐看的一个款式。这个品有没有？这个没多少，没做多少啊，真贵呀、啊，大呀，用金也多。我想买的这种带扣头的。这个我没做多少。那带链子的呢？带链子的我看一下，没带钻的便宜。也可以，随便你。你看哪一种？我看一下。啊。还有这种带格钻的，然后链子粗一点的。哦，这个也好看。这个的话是18K 的链子啊，姐姐们。然后的话，直接带了一个墨翠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哇塞，这个不带钻的品质都这么好吗？老板，不带钻现在品质，这块料子切的确实挺好的。这个可以哎，买点价格比较亲民的给我嘛，好不好？啊？价格亲民点给我。带这种链子啊，我就不用再给你们配了，就直接一起链。这个夏天好卖，这个品质可以啊，你看看，干净完美的，没有瑕疵哦，这个也可以。哎，这批可以给我弄一弄吗？小王子、大王子。啊，现在就这几条，你看吧。一起打包价钱吗？你啥价钱？一起打包。啊。这个跟之前价格金价涨了差不多100多呢。这个不多，你给我清一清。打包价。一条两条。这个品质好的啊。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。打包价，好吧。六条、七条，这个比我之前卖的还要更好，多少钱？打包价。你别乱弄，好不好？可以，1200一条。涨价了！天哪，金涨价，裸石品质也用好的了。我要用这个，要用镶满钻的话，这都得卖到2980。你给我涨这么多，但是它这一批的话黑度够黑，而且压针的话全都是翠绿色的，颜色非常好。这个价格，品质好的，不是差的。现在呢，就是没办法，用你要用差的卖不起价，那种便宜的大家收到货不满意，都要用好料子。很多姐妹呢都想买四叶草，也要买金的，而且要带链子这种。我就给你们挑了这一批啊，这个款式可以。那你这样子吧，因为不多，26条又不多。我跟你讲，做一批出来，人家都买了好些了。1234，你知道吧？人家来摊位买的。7条就算680一条。你可拉倒。可以了，大哥。人家还跟之前的价格。680，我之前我都忘记卖多少钱的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批品质可以，18K 金针金针钻的，好看。金也涨价了，裸石又用好的了，你还给我680。我等一下我帮你说了，来摊位这里买的都没有不比这个价低，可以了。嗯，我拿不到啊，这个价格，这价拿之前的那种品质的，我给你看嘛，4760，咋的也要过千嘛，你少一点可以，咋的也要过千的，你这砍一半。几个月没见到你了，不一样，这个带一起链都18K 金了，姐妹，你看看之前的跟这个能比吗？这个之前都卖600多。有白棉，这个没有。那不，就这样了，给你转钱啊！谢谢老板，老板发财。那、哎、你这是，你跟打劫似的，你这来的，拿好的还要按之前价给，你说这做生意本来就难做。这个也不是小尺寸，也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尺寸。买墨翠的话，首先要看黑度，要看压针的一个颜色啊。这个就是完全符合，但是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。百数居然能买到这种18K 金带一体链的墨翠，你们敢相信吗？没错，在人子家的话是可以满足的啊。哦、给你转钱啊，谢谢大王子。每次来都搞这种，难道要搞哪种？我下次还用差的料子做，
随便你砍吧你。好了啊，你过去了，你看一下，谢谢老板。走啦，姐妹们。别的不看了吗？别的不看了。先薅点羊毛回家去，到时候这个还能补吗？补不了，二十条。补不了，走吧。咱们先把这鸡啊薅回去给你们放肉吧。晚上的话，不见啊，姐姐们。